谁？你再说一遍。你们都不能说不看报吗？就是他，无敌大花彪啊！大红花的花，彪悍的彪。德智体美，除了智，不其他都挺好的呀。又不会了，这是几？这是几啊？高三三班的新任班主任，孔小姐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花镖奉陪到底。花镖，花镖！为我们的梦想干杯！1996年的夏天，我们的故事，因为它重新开始。